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济，真济，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；皈依达摩，二欲众尊；皈依精伽，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。皈依达摩尼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尼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38页，咱对第二行看起。头前甲咱讲的，第甲有三大类。第一大类根本第甲，乃八大第甲，及八行。地狱，咱看注解。八大地狱对八寒来讲呢，也名八烈地狱。通常啊，咱咧讲的八寒八烈，这是根本地狱。占婆州地下。占婆州是咱这地球，啊，咱知影地球的这个核心是火，温度啊非常高，啊，未输太阳的表面，占婆州地下呢，500油旬。这是古力，对地面向下面去，经历500油旬，油旬是印度，计算长度的单位，啊，大油旬60里，中油旬50里，小油旬40里。这是因计算距离，无讲中水，肯定都是大油旬。那地角的名字叫丁蛙，这八个地角都是八烈。将是依处立下至第八岳，第八叫无间。诸八岳乃辗转树立者，树立者呀，也都是上下。如向地这个核心，如靠，这是咱会当去体会到的。因为地心是一团火，温度达到极处了，啊，顶面一层呢，伊温度就减少一寡，伊跌到地球的表面，啊，伫咱领导来看呢，
就正常化咯。人类就会当孤注，那这八角呢？这是啊，沾沾熟的呗。孤呢？依故古下论，严苛参考大论、大智度论啊，这里面都没有讲。他在说啊，自八角啊为顶换地角，比如中罪人如种种作事魔道，这种是辛苦。古籍的神书受这种的定法，都喷就抹，这是古早时阵的一挂兵器呀、啊，伊拢爱修啊，科技新事咯，能防这车搁再挖起来，疲劳环生，定有尖挖，所以叫钉挖。而且这意思啊，放一个车去挖咯，挖去修，永远都拢无停止的。啊，伊个地壳最满咯，出地壳咯，这种现象啊，这停止啊，无离开地壳，永远受罪，所以讲。一日啊，一夜，万树啊，万星，来死一万次，搁再活一万次，搁再死一万次。那地角对倒来呢？为什么有地角？但是神经内底，甲咱讲啊真清楚，真明白。慧能大师讲：“好机诸生，人生万法，地界也是万法内底一法啦。对对来呢，诸生变现出来呀。那诸生内面万德万能，有念有经，咱的念头。”言行有念有经，有善有恶，念起来边加恶业，念是不善的，恶就是不善当中的不善。啊，感觉地界啊，真正。哇！把估计从海洋，我伫世间的时阵，把做计，当个大地一只判官，期间无长，只有一个月，大理啊，判官的地位真高。相当是现在所讲的秘书长，伊也真慈悲，伊个是佛教徒，甲东阿大帝建议，伊讲第二个听讲有炮烙，这个、刑法太残酷了。炮烙是甚物呢？红条用血改的。烧甲烧甲真红，好这罪人去摸摸这个铜条啊，这拢是阴郁的罪业，因为这太残忍了，不人道，
是不是人会读？当下在地，派两个小鬼拽去，你亲目去泡落个刑场内底去看麦，你去看麦，等来再佫讲。那小鬼就该拽去啊，该讲泡落个刑区啊，都、就是你的面前，伊看无啊。忽然想到讲经典里面所讲的，地下只有两种人看得到，这是菩萨，这是有罪人，完全是伊的罪业变现出来。对阎罗王是不相干，对当下大地也不相干啊，所以当下大地对这代志呀。无能为力啊！家己不善的念头所变的啊，正是《大乘经》上佛上讲的：一切法从心上生。有时咱家己都要清楚，清楚了后，就袂万天有灵。万天有灵是有罪啊，会造业啊。那不管别人的代志，一定要落在人别人顶头，这个袂用哩。所以地狱啊，唔是讲神做的啊，甲阎罗王是不相干，甲鬼王也不相干，对于佛菩萨拢总不相干，对于神仙也不相干，完全是家己的业力啊变现出来，所以。姜太炎明白这道理了后，只是感叹啦，未去讲咯。呀，咱那是明白这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后呢，有时咱的起心动念都要注意咯。佛讲啊，真清楚，三恶道的业因，无鬼道贪心。贪婪对鬼道，嗔恚对地狱，无私的对众生，那是家己做业。啊，所以这三种啊，拢是恶道啊，三恶道。啊，佛教人呢？咱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咯。日常生活当中，绝对唔通讲有贪心、有嗔恚、有疑惑。疑惑是得钱多啊，怀疑己啊。啊，咱失去啊，真深，真正是无量劫来。永生的习气，这一生得了人心，也唔过三恶道的这业因，定定咧还，也不知不觉，动无明啊，一般用无明来代表，无明什么呢？都是贪嗔痴、傲慢、怀疑啊。啊，咱做迄个学习，我常常提醒大家，大贪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咱对君落手，争执啊，贪离不开争执，这物件爱贪，愈贪愈好。登咧真困难，因为你会当登这个贪嗔痴，你就正阿罗汉咯。啊，所以不容易啊，一定爱淡化。啊，咱念佛人对这代志，一年比一年较淡，刚好的进步咯。
阿翁生叫做世界，品味关机完全是念佛功夫的浅深，这跟这有关系。但功夫就深，高呢功夫就浅，影响你啊，翁生的品味啊。那在哪里修呢？上好道场就是人事环境，咱跟人相处，还有菩萨，修了波罗蜜，莫惜，莫惜放下，即戒。文本戒、三规、五戒、十善，这是文本啦。戒如果较侪，会离开文本呢？啊，大乘百万为宜啊。隆重。拢嘛是对十善归出来，十善是总纲领，啊，所以大乘给伊开做八万四千，小乘给伊啊开点为三千，叫三千为宜。啊，起来。十善业吧，啊，咱抓着功能，你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爱恶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良舌，不恶口，不讥语。不贪不亲不欺，海贤好会想做真贴地，指界真严，你唔爱读书，你无计界。只是伫咧修改时阵，阶段上师父啊，甲伊讲即个三弥六义、三规五戒，不管斋戒加即物件，以生会当奉行，袂违背。若毋捌上过戒律课。这还怎样？阿姨啊，了菠萝蜜做得真好啊！不惜乞丐，忍力精进，禅定不止啊！禅定不止。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，看一切人都嘛是佛菩萨，用敬心无失去啊！啊，真诚心、用敬心、清净心，永远会保持啊！这修行的功夫。这就是啊，往生的品位啊，你想太圆满了，所以啊，往生是上辈上上品往生啊，
新教叫做世界，就是发生大事。啊，都、就是大乘教内面一般个称作是成佛咯，真成佛咯，分证即佛啦。而且分证内面是观的啊，为出观的啊。啊，一般大乘讲八地以上，伊是即个为出往生，毋是普通的为出啊。啊，一生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切念头全归佛号，起心动念佛号，言语造作嘛是佛号，将来都无丢失个啊。人伊啊，一生成佛都变一个啊。啊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心也有贪欲，也有不平，也有怨恨。啊，这物件，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就是讲无介意啊，拄去放下，就是不得力啊。伊个障碍咱往生。啊，所以佛伫经上有甲咱讲，藏王星就是助念，毋通去弄着这王星人伊咧困咧迄顶门床，毋通去弄着。伊呀，总是爱甲伊啊保持一定诶距离啊，毋通去弄着。为什么他弄到他感觉很痛苦啊？人在你感觉痛苦的时候呢，往往尽量就失去万魂心，就生起来尽量失去了，未当往生，万魂生起来了，就会对地讲啊，这个送往生的，不是该送去极乐世界，是该送去地狱去啊。关系足大呀。你该送去地狱，伊对你怨恨，还有报复，这就变作冤冤相报。无完无了咯！啊，佛的话一定爱听，一定爱记在心内啊，绝对唔通违背。啊，咱这一生在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！啊，祖师的话，古圣先贤的话，不是假话。诸经的老居士为偏难的，呀，老人。有学问，有阅历，伊看较侪，听较侪，讲互阮听，就是甲阮上课啊。啊，阮学了后，伫生活当中，啊，提高警惕，绝对毋通犯错误。顶蛙呢，
这是根本底下来对最轻的，伊受的苦，你也看卖，都是啊，这是都甲喷的啊。麻呢？比刀斧搁较难受啊！啊，现在看的这个机会就了，反正机还花。况且时阵，中国社会非常的好。鸡啊，总是啊，200年前的迄种生活，有无啊？大家拢有照无？啊，做冰箱就挖豆泥，挖环境上啊，这拢是家己在做。啊，真卡人，食什么拢总是自给自足个。啊，刀呢，就是、用刀磨个刀。这拢嘛是讲这刑法呢。第二呢，黑心地角。生于乌苏啊，白做人的机体，然后占据啊，像较早的木枪啊，现在木枪无咧用乌苏啊咯。以前伊那是要雇一个插帮，大生都爱用生灭，用只木刀，内面一条锁啊。所以还是阵阮捌看着啊，迄边有一个庄啊，甲山友和滴，当一条线，照这来顾，袂顾错啊。啊，这个乌丝啊咧，乌丝啊，都是这乌的木丝啊，量人的身体，然后这个依照这牛的这乌丝啊啊来甲顾啊。来站，来鼓啊！比头前骨卡阔一点嘛。第三种综合地格，综合是真正最这个辛苦，众多苦苦就是辛苦，同时必心啊。合作伤害，不是一个真罪。啊，这拢是地下上限。啊，所以人那个人结怨，结怨不少人罪咯，将合地下现前啦。啊！我出家了后，比我较早一届的这个讲法法师，啊，伊大概是早两三年修改，早我两三年，啊，出家了后无厝啊，一般就佛学院，伫台中大坑。我伫迄个佛学院教过三年的书，啊，所以个讲话书真熟。讲话书甲我讲，伊是军人，军师管财物呢，管财物有钱啊，用钱方便。
在一段时间的当中，伊每天食一只鸡。大概食几落百只，一天一只，出去了后，有一天咧洗身躯，那看到这个浴室的内底，真侪只鸡啊，是飞来飞去，伊就试过咧味，结果骨一个。腿拔断去了，医生就要用管呀，阿姨跟我讲，伊讲这是啊，人家轻薄啊，无要滴个命，阿姨出家咯。乞丐乞丐未歹啊，逐工啊受忏悔，也是免不了了。完成这组唔帮伊刷咯，可以忏悔。明年的时阵，对临终以前，那就是前一年，也是半年呢。真君啊，来看我一拜，坐轮车，真可怜啊，流鼻啊，流嘴暖，我看了真艰苦啊。啊，出家。业力为什么转未过来呢？心量无够啊！啊，作为同业，爱发大愿心，真正发大菩提心，唔通为家己啊，为正法，为苦难众生。对呀、啊，化解啦！啊，所以消业，业是会当消去的，不是消未去。哎呀，对有警告，真通达，世界真严格。啊，戒律方面的典节，用真侪功夫，伊讲戒律呢。在台湾迄时阵，讲戒律的人太少了。啊，伊是我熟悉较早一个，现在啊讲戒律的古清啊。都非常难得。那夜明古朴，都在咱的眼前啊。都在咱身边啊，咱稍微注意到，都看到了。啊，所以呢，种合地恶，这么多苦苦，非常可怕，做起来了。第四个。好教地格，比如众苦，这是对受苦教唤发出啦，这个唤叫啊。人在受极苦的时阵，会叫啊，好叫啊，大叫地狱，比头前受的这个苦严重，大声地痛哭啊！第人呢，
沿着地角，迄随升起，无论伊是看到倒位，拢嘛是会去看到火光啊。四界去闪避，无地去避啊。呀，所以啊，沿起。只是烧得真猛烈，就为可怜难堪。这就是八日地狱，第七大烈地狱，烈量之极，大烈。现在这大烈地狱。那么听到信息了，爱因斯坦附体他的信息，他发明了原子弹，就是这个罪对个无间地狱，这个地狱名称叫黑布地狱，黑布是大烈啊，烈中之极，黑布在范围内，所谓细菌都灭亡了。那人的身体哪有可能存在呢？那人身体细胞都变作米丁，米丁啊，那人死了，放一个车又挖起来，过第二摆爆炸，第三摆爆炸，那核子弹啊，一个刷一个爆炸，无停止啊！啊，所以附体，跟世人讲，绝对唔通够发动核武战争。发动核武战争的人，执行轰炸的人，将来的地狱。爱受甲伊个罪共款，都是啊，大烈地狱啊，大烈地狱也个无间无间隔啊，就靠无间啦、啊。啊，所以经过西林，伊讲。以前是中国人，自西来到西方投生，做西方人，人真聪明，变做科学家，无想到发明核武。对家己。造成无间地狱，地藏菩萨带来透这信息，马上就搁转去了，就靠无间啦。我也家己附体现身说法，阿难听到，都要有所警惕啊。呀，看这个地狱的状况，咱来相信，伊真有，伊毋是假。啊，我即地有一本书，如经佛说地狱之要。
这里面有25种的经论，都说到地狱，比玉的宝钞说得更清楚。哇，真希望说将来有一家可以依照这部书为一幅地狱变相图。继续刚才朱老师为的这地狱变相图是根据道教玉的宝钞围出来，以遐为主啊。佛经内底有，因为道教伊啊所讲的这个因果教育，在中国社会产生真好的影响。所以佛门对这的疏忽了，有道教在咧教就好了。那道教呢，地界讲啊真详细，佛讲的更加详细。道教地界内面有一寡有果啊，无说明是甚物原因，佛经上的这因果讲得真清楚。啊，大家。去做这功夫，特别啊是伫现前这时代，非常值得去宣扬这部经典。啊，这嘛是一个回一本，20多种无共经论，伫这内面揭露出来啊。啊，咱看下面的这段，以上八大地狱外，更有八寒冰狱，而且相反呢，八寒，你也冻袂调，另嘛冻袂调啊。以处行列，头前八列是数列，这是行列。第一列亚波陀，是梵文音译起来。中国的意思是泡，水泡，夜寒必心，体上生泡，咱中国人叫做荡春啊。荡春到严重时阵，皮肉拢会裂开啊，人啊真痛苦。辛苦啊，生一个包，第二个呢，弥勒菩提，极寒逼心，体昏暴裂，这是什么？辛苦顶的这冰包裂开了。痛苦难忍。第三个阿罗罗，这是因为冷啊，对呀，所以发出来声音。哎呀，咱呐，即个你讲呀，冻害了阿布布，甲头前意思同款。更加严重，一个啊比一个严重。第五个好好无，拢是对伊个嘴内面，伫咧冷冻个时阵
发出来声音。第六个文化路，文化路是青莲花，伊含含碧碧，身份激烈啊，如青莲，皮肤啊，当个离开了。亲像莲花一瓣一瓣，高高结出了。咱啊，过来看一面呢。第七个，八点摩，红莲花啊，身体啊，当个离开，像红莲花同款。啊，头前是青色的，过较严重的时阵，就变成红色的。最后第八个。摩诃不迭罗大红莲花，啊，这个人身体离开呀，啊，亲像这个大红莲花同款，不成人形咯。啊，顶面所讲的根本地狱。有这个。十六种，八寒八炼，下面要给咱介绍的第二种群边地狱，第三种孤独地狱，这个古布比头前较轻，这个第二类叫十六幽精。地狱，八大地狱中，每一个地狱，这个大地狱啊，各有四门。这个地狱，那是啥共款？就一个家楼，大家楼狱，有四个门，每一个门外都有四个附属伊的这地狱。叫做附精四狱，有四个。第一个动为精，这什么呢？现在人真少看到，阮细汉时阵，做囡仔时阵，伫涂骹去挖这蚵啊，哇，很足啊！我等下要安怎食咧？赶滴螃蟹，都放滴黑螺，黑螺的腐。但是捏的虎鸡呀，扛起来，大概两三点钟就熟了。这个就是讲人嘛是安尼生的，做人就是用这个小的虎给吸起来，这真艰苦啊。我伫意大利有看到，伫罗马城嘛看到，庞贝城，拢嘛是互火山虎，看到火山距离迄个无远，那像五公里的路，我有去参观过，
这个声，经过和黑山虎埋去啊。当时城内底要有四千多人，无这个生还呢。啊，迄、那个情形呢，就是即地所讲的邓威，和黑山虎抗掉的。偌侪年后，后来人甲即个黑山的虎啊，都甲伊啊乌走。啊，这个城出现了啊，里面有真侪人，都是死的这么样，现在作为一个标本啦。也去迄个时阵，这游客拢咪看到，这山可怕咯。啊，这。就是啊，有经四个里面的第一个，那第二个是本经，本来已经真歹片咯，各有四本啊，你就想着更加艰苦受咯。第三种红念经最来多，庐山剑秋。第四个烈火经是河水啊，但是这水是烧的，烧滚滚啊。人来落去内面啦，一个到这个烈火，人拢煮熟去了。进门有这个四个角，四门合起来就十六位了，这个、叫做十六幽精地角。啊，八大地角呢，合计都是128处。这嘛叫做滚边地角，伊啊附带附属的，第三类就是孤独地角，这个修波是上轻的，伫山间或者是旷野。那些树卡，那些空中，一类无所，就靠无量啊！地界考古记载，当初一日之中84,044啊，经劫无量啊！这句啊太可怕了，一天啊，万死万生啊！我们是一万呢，84,044，啊，死去了，放一个车个挖了，恢复原状，叫顶挖，挖起来，佫经历这个地狱，就佫死了，死了佫挖，挖了佫死，生死。无休啊，无休止啊！都要经过偌久的时间呢？啊，经劫啊！这个劫，无讲大劫、小劫、中劫，通常用一个劫，啊，拢是大劫。啊，大劫的时间是足长的哦。富皇奇文做上品五亿是恶者甘之，括号内对念了注解，是最极恶业者，也是不恶业的。
较早，然后父母、父叔伴都，这小业，是恶业者，心都杀多淫，靠蒙古两色，几股恶口，以贪嗔痴，充满这个是恶。是恶古族的啊，拢是地狱啊！啊，这古讲的是因啊，然后倒来对上苦的啊，佮看第二段无鬼，大乘义中。第八观法，依从他求果啊，名无鬼。鬼求别人，哦，是伊的阴湿，所以叫无鬼啊。有上几乎。常是经常，伊啊得袂着阴湿，故名为牛。伊伫咧饥饿诶状态较侪，会得着阴湿诶真少真少啊，无缘得着这阴湿，只是业报啊。为甚无缘呢？伊这个饮食放在嘴内，就会互火烧臭打，嘴内吐出来拢是火啊！强求夺位，故名为鬼。强是恐怖，却是小胆。啊，所以实实在在讲，人有讲一句话，讲啊真有道理啊。人惊鬼，鬼嘛惊人。人有三分惊鬼，鬼有七分惊人。鬼惊人比人惊鬼严重出侪啊！真侪人唔知呀，暗时惊鬼，家己惊家己。你那是讲重大呢？鬼惊你啊！啊，鬼拄着人伊也相骗。菩萨论文，鬼者为啊，为呼吸都为，有为啊，引领他。为其威，这就是讲人惊鬼，有喜求名鬼，为避恶鬼形象他入，喜求阴湿啊，以外性命，也求人报施，但无人报施的时阵，伊得袂到阴湿。下面讲有文啊，有讲其卡经过名贵啊，经是精神，咱啊讲结婚啊，有米阶级，干其卡业。这个积积是什么呢？贪，贪心对无鬼。那第四间
即在，这是最普遍的。啊，接牛息，你想生活必需品，别人欠款，伊有剩呢？这个精忠贪心呐、啊，贪心就是无贵的因。因必千岁，不得闻罪名，其人得见。你看不到水，看不到食物，好的确，啊，所以听听伫个机会状态下面，有讲被苦一个啊，命贵，这是诸天有神通。啊，这系贵，当作落魄啊来看待，为服务啊，所以呢，苦业低造都是为服务啊，诸道也变诸处，贵的多为。我都拢总有啊，有福地者做山林、崇庙神、山神、土地神，这是福地的呀。啊，无福地的都是有鬼啊，有福地的是有人来祭拜的。那山神庙、土地庙。前十五，有人去甲祭拜，啊，鬼道内面一天，还是人间一个月，鬼个寿命长啊，咱俩人间寿命短啊。那地界的寿命就更加长了。地界一天，人间千万年啊！啊，所以这所在去真容易，出来真困难啊！啊，你啊，真系创清楚、创明白。这个所在绝对唔能去呀、啊！要好自卑，讲清楚、讲明白咯。你若唔相信啊，依然做这业，啊，就错咯。唔通有贪心，贪心变无鬼。无福德的呢，故不净所，不得饮食，享受鞭打，天河石海，受苦无量啊！那大的所在，拢是真垃圾的所在，那伊无福报啊，得不到饮食。未得到注意，得不到食物，也过了定定咧受鞭打，啊，有一关鬼王有福德的，罗英这下也无福德的，
亲像人间，富贵人家，一年萝卜真多啊，萝卜无福德啊。那几条进行，跟这差不多，也有天河豚海啊，这拢嘛是鬼神所做的代志。跟这个啊，几条众生用因来天河来吞海。富含机内面有讲，下品我也是恶者甘之。对我归道，下品、上品是最重的，作为恶业最重，下品是做恶业轻的。你看，知恶业中之最轻者，对我归道了。啊，提示多呢？新一个叫蓬生，佛经上讲蓬生，就是提示多。心菩萨论，心比菩萨论，闻即行蓬果，行亦蓬，亦行中不净，无端净，所以以所行的也未端净。一行蓬，果行亦蓬，是果名蓬生啊。蓬的意思呢，欢喜啊，不净。为所闻诸道，便在诸处。彼摩地觉，人家无摩，树觉、道觉、有觉、无觉，罪业空行，互相吞啖，就可无量。这下呢，有方记里面讲，作良品恶业是恶者甘之，这对提示多了。在《大乘经》的里面呢，我常常讲啊，三恶的业因是贪嗔痴，贪欲啊。对于恶鬼，尽会对地恶，无私对贴身。啊，这地呢是供应恶业是恶，拢是做恶业是恶，做到最严重，地恶去了，做较重的。是亲分心亲当，不孝父母，不敬长辈，无伦常道德，古朴拢伫三道。啊，这地咧，甲地甲五鬼精神介绍咯。啊，咱唔通去做啊，恶业罪。恶业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
阿罗汉代表老师啊。出和新血，破和合精，我的早年，我是台北的时阵，我一位云门的老技师刘碧林，刘老技师年龄，李老师年龄，差不多，伊拢嘛是皈依印光大师的。专修净土，有一天老技师请我吃饭，我也会记得，在台北火车站边啊，这公顶栏，我到公顶栏去迎奖，一个看人客就是我一个，主人就是伊，就是阮两个人，啊，叫两个菜。有人问我讲，伊讲净法师，你知影无？我今仔是安怎要请你食饭呢？我讲我毋知影。伊讲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，我讲毋敢当老前辈啊。什么问题啊？伊讲现在做五业罪人，杀父杀母无罪。在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代表了，也无罪。出何心血，佛无在世，无可能。问题就是破和合精啊！批评出家人，诽谤出家人，这是做地狱罪啊！这边怎呢？我听了后呢？我可能食饭啊，欢欢喜喜食这饭。啊，我倒转来问伊讲，我讲你老大人啊，你还比我较大，你出门比我较早，你伫什么所在看到和合精？我安尼一问，伊精神吼，哈哈大笑。无啊，好合精啊！现在出家人是一个小庙，两个出家人都用冤家相拍，无好合啊！所以你啊，甲诽谤，你甲批评，就无遐重的罪啦。啊，若讲真正好合精。经常讲啊，世人做伙修了好经，也那是讲去甲诽谤啊，罪就重了，现在无得找咯。是真诶，毋是假？我讲你想看卖，你这一生是毋就拄着一个好合精团呢？你想半步真正无啊？也免别人诽谤，家己都受怕了。啊，这道理一定爱知影咯。真正是好合精团，四个人以上这小团体，毋通甲诽谤，伊代表正法啦。啊，正法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是正法。正法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正果的。四个古教就正法啦，也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修行，无正果，这个上法。
也有感经啊，有听经诶，无修行叫做末法啦。啊，这感经听经都拢无咯，就灭法，法都无咯。这话是经顶面讲的啊。啊，或者净化了想法，不法灭法呢？啊，现在法就被灭咯，灭法的边缘咯。所以我劝人讲经，劝人讲经，人都唔肯啊，劝家己啊，咱家己出来讲经的人愈多，听众唔管偌多。个佛的佛法，老了呀，那个法灭去。啊，劝人不如劝家己呀，这个功德都真大咯。哦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会当啊，记住几年啊。啊，净土宗呢？我讲去几落拜，净土宗无办法。为什么呢？伊容易简单。净土宗内底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念佛的人。啊，有往生的人，往生就是正果啊。那我就过来讲，净土宗是永远拢是正法，四种拢有啊，讲经、听经、念佛、往生。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法门肯定为持教释迦牟尼佛发愿的秘籍啊！释迦牟尼发愿，一万两千年，标准，这标准非常的好啊！世界行净固着净法，世界行净内底无净呢？是上法啦，无行是末法，无信呢？现在这边搞无信咯，有佛的人对佛唔相信，有怀疑；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有怀疑。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有怀疑，下面安怎？那就灭法咯。啊，所以海贤老和尚在这时代，给咱表法，给咱做证，证明什么呢？正面叫做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对都会看出来呢。我相信伊袂骗人诶，伊无明文利用啊，伊讲诶话是真话，伊讲。伊啊，把真侪拜啊，叫阿弥陀佛，再去叫世界去。那这个叫阿弥陀佛是跟阿弥陀见面咯，要求佛陀再去叫世界。那佛无再去，跟伊讲。你修得真好，修得未歹，希望伫这世间加大几年啊，
表发给大家看。啊，表发啦，对做好榜样，给学佛的人看。学佛啊，亲像你这款的，才叫学佛。就净土去往生，啊，像你这款，才能真正得到往生。表这个法啦，因捌字无读书，你才会出家，就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句好好念了92年，112岁，佛接引你去往生了。无劳苦，无病苦，无死苦，自在往生啊！甲咱做朋友啊！咱来知影。啊，头前的这愿，叫做世界。无三恶道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摆脱三恶道。哪个未当往生呢？咱会当讲，不管你有念佛无念佛，你有恶佛无恶佛。内心决定是大多数，古部拢列三道，都是五鬼地甲众生啊，无办法避免啊。咱对倒位看，对习气来看呀，习气什么？不知不觉，你贪嗔痴慢疑出来咯。贪嗔痴慢疑，佛讲呀，地狱五条棍啊！你有一条，伊就甲你啊，又去地狱去咯。五条那是拢有咧，哈、啊，还不得了咯。啊，所以说咱家己爱清楚，有无真有啊？啊，要安怎念佛求往生啊？叫做世界真容易去，只要你真正肯相信，真正发愿求生，啊，你就会决定得生。这个话，我们大师讲的，这对不是假话啊。我们大师是净宗第九代的祖师啊。绝对不会骗人啊，那还相信，绝对不能怀疑啊。啊，咱过来看下面第二段，见离应离恶处，不对恶处观，叫做世界无什么道。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后，永远都未对三恶道了。给你保证，啊，这段经文，咱念一遍：所有一切众生，以及阎摩罗界，三恶道中来生五残。修我法化，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可敬对恶处。后面是总结：得是愿来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处无上正觉。
阿弥陀佛伫个老师个面前啊，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所发的这个誓愿，外愿会兑现咯，成就咯，我才成佛。那讲我这个愿未当成就，我绝对无要成佛。不出无上正觉，就是无要成佛。那现在成佛咯，我即句讲48愿，愿愿啊，伫叫做世界拢兑现咯。法藏成佛了，阿弥陀佛了。南跨诸界，耶摩罗盖迦，即耶摩罗王即世界。耶摩罗在佛经里面有真多不同的这个翻译，下面讲有做耶摩，下面一个也阁是耶摩，耶摩，耶摩罗顶，这二座名词都是讲一项代志啊。也为啊，佛来翻译，就是讲用丝啊来捆绑啊，这个嘴林的这个意思啊。亚摩罗王以一啊为啊啊兵丁王，啊就是讲伊啊。断案啊，真公平，不去玩弄人。诸王定落，在你世间生死最后之业，诸修地狱，不寒不烈，及其灌宿啊，诸小恶定，决断善恶，亦是归准。无我处中，对立罪人，对苦啊，地法竟无休息。这是佛门内面经典一般的解释。啊！咱中国通常人称为阎王，地藏经上有阎王殿、城隍庙、阎王殿内面，佛师就是阎罗王，阎罗王十二十殿阎罗，每一个阎罗王专门是管一寡事务的啊。人死了以后，做做罪业的，拢都爱通过阎罗王的定法，这是因果的报应啊！啊，咱读到这地呢，昨天就想到，就敬到老技师跟咱讲的故事。那就是伊个老丈人姜太炎先生，啊，捌做过当个代地判官，我诶时阵做诶啊，一个月真辛苦，你是伫人间上班，暗时就爱去当个代地遐去办事。明日拢真无闲，该知啊，期限只有一个月，
这句话伊确实对因做地府的代志咧，从较真清楚，亲目啊所看到的，亲耳所听到的，听得了拢总是家己的业力变现的。那不是多一人创造的啊，那不是多一人建造的，是你自己心里面有这些啊不善的业，祖祖连连都变现出来啊。阎罗王有是你的不善念头所感，伊就来了。你会看到的宫殿，你会看到的刑罚，啊，所以这个王的名号啊，真好啊，平顶王，也绝对袂去玩弄一个人。啊！以观合者的地狱，地狱不是伊做的，是修补的人业力变现出来。啊，不寒不热，及其观相，这就是十六幽精地狱。也有一款小地狱，伊啊决断善恶，耶稣归主伫五处中，讲五处咧，无阿修罗、天人、地干、五鬼、精仙啊。阿修罗都一刀的归，都一刀裂。在人道，称伊是人；在天道，称伊是天。啊，五处内面只有地狱道，啊，无阿修罗，鬼都有，畜生都有，天人鬼。精神一四道拢有阿修罗，如果今仔讲六道，六道有阿修罗，迄、那个阿修罗专指天道。啊，伊甲天神共款，都、就是天人慈悲，伊啊，五万啦，这道障碍。这是伊做诶代志，好善好道，下面念了《古三科经》，经文上有这段话：将护阎魔王。随业的修报，正因生善道，恶业对你来，你来就地狱啊！那这就是啊，人临终了后，要去到位呢？去阎罗下去啊！那为什么你会去呢？你的业报啊，通常有小鬼，人若是做作不善业，有小鬼来掠这个人，把这个人带去见阎罗王。那讲做的是大恶，小鬼也不敢去掠伊啊，都会无常大鬼。
无常出现，拢是一对，无家己一个，何必无常？修补啊！阎罗王来判断，圣因啊，你这人在世断恶修善，心行殊胜，阎罗王也甲你送去善道。人道、天道，如果你做的是恶业，那就给你送去地狱咯。有业相亡，阎摩罗王也翻译做相亡。为什么？因极微，因为拢是地狱王。兄弟男士美丽女士，所以叫相王。啊，男将啊，死了后呢，看到阎罗王还是男的，女将啊，死了后见阎罗王是女的。阿摩罗盖就是阿摩罗王他所管的这个世界。古夏论里面讲咯，阿摩王国有处占波州下过五百卢贤罗，卢贤罗就是有损有阎摩王国，将公量逆逆啊，从处点转，善故无处啊！这是古夏论来对所讲的。啊，在咱地球的地下，五百幽神啊，啊，迄地咧。是阎摩王所管辖的这地区啊，像公量逆逆啊，那量就是五百幽神，阎摩罗王管的所在为谁啊？从处点转，三顾无处。地下有伫地下，有伫海边诶，有伫山林诶，有伫空中诶，也追愈来愈轻。也唔过，咱都爱记哩啊！时间是真长，真长啊！又当阿含经的第二品，这内面有讲，阎菩提南，就讲咱地球啊。阎浮提是咱地球，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，王所地处总共六千幽神，有阎摩罗王的宫殿啊，也伊伫迄地。管辖一切众生善恶的想法，阿三摩罗
名三恶处，有名三毒，这拢是佛经上常常看到。为一切众生作恶所生之处，故名恶道。地甲牛鬼精神这三道，名三恶道。佛法经方便品法，以诸药以眠，对三恶道，该为众生如来有贪求欲乐之念，是为因；我攀缘欲境呢，是为缘。以出于缘去念作恶，将对恶道啊。《佛法经》内底讲啊真清楚，所以三恶道是以一切欲望以免，才变现出这三道，这三道拢唔是真呢。啊，经过六道，甚至十八界，拢唔是真呢。哎，现老先讲得真好，无法念佛，成佛是真呢。我们成到极乐世界都是成佛，这是真的。其他拢嘛是假啊，六道轮回是假，十法界是假，迷咯，像做梦同款，梦中伊无精神啊，未当精神，痴迷咯。甲梦境当作是真实，大错特错啊！伫内面做无良业啊！唔管你做善业做恶业，拢总袂当出来。啊，免在这出来，无作业就出来咯。有方法无作业未？有啊！有菩萨教咱啊！而且做予咱看咯，断恶修仙，无该放伫心内，就未作业；放伫心内，啊，伊就会啊作业咯。无法就这简单啦，所以大道至简，无复杂未困难啦。只要你会当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什么拢唔通放伫心内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，阿贤老医生甲咱讲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。啊，身体伫这世间也未离开。你就知影讲随缘，不攀缘。啊，随缘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永远随顺众生，啊，咱表演会看。
随顺众生内面断恶啊修善，也断恶。未放心内，也放在心内。那是三千多，那行善嘛，未放在心内，放在心内是三千多，未当出六道轮回。无放在心内，你就往生进入世界去了，这就是对了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未当无清楚。也清楚了后，咱的这一生、这一世，啊，都终结了。下一世未搁再去轮回了，未搁去受法界了，永远超越啦。这是正道，这是正法啦。但未到这目的，拢是邪道，我们是正法。啊，所以你有因，你有缘，既念作恶，终对恶道啊！啊，本章这第一章，第一章内底有两愿，各无恶道愿，即不对恶处愿，这是两愿摆伫上界头前。以下地愿挖没有地甲五鬼禽兽乱飞如动之类，这是精神多禽兽甲这个小精神，乃国中无有三恶道愿，土经标弥陀大悲心切，可修能愿为愿众生无苦啊。三恶道乃苦中之极呀，这真苦啊！一点啊都未记啊！佛菩萨慈悲呀，帮助咱离苦得乐。三恶道是究竟苦。啊，未安怎来脱离三恶道？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啊，咱都要永远离开啊。你刚来对讲，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，这离苦啊。啊，诸佛如来用的什么心？用的是大悲心，用的是菩提心。大悲呢是怜悯众生啊，看到众生也这么艰苦，不忍心嘛。一定要帮助这些罪苦众生，永远脱离啊六道轮回啊，脱离什么界？啊，菩提是干我，干你不灭叫做菩提，
啊，所以菩萨有大悲心，菩萨有感恩心，会诸多，会度众生。方便呢为究竟，虽然都是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啊，就是讲最适当的方法，最舒心的方法，最卡面的方法，这种叫做方便。啊，究竟方便，无垢无知名念佛。啊，世尊教导咱的啊，净愿之名，求生净土，这是究竟方便，也不是一般方便啦。有华严经，我现行愿品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以为体果，果愿国中永无恶处啊！那实在是太难得了。咱的这一生当中，会得人心，都得佛法啊，最难得的，都得究竟方便的佛法啊，这部经，这部注解，拢出现在咱这代。啊！咱这代顶面的人没看到，咱啊拄到咯，咱大生拄到，这福报偌大，一定爱珍惜啊！啊，一定都要给抓牢呀！一生当中，一定要有成就啊！袂辜负家己，袂辜负父母，袂辜负祖先，袂辜负佛陀啊！袂辜负啊，历代祖师大德。咱啊，在这一生当中。决定爱成就啊！那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